24的立委选举结果出炉之后呢，国会风水意外成了讨论的话题。而立法院在昨天进行立法委员研究室的抽签，而韩国瑜抽中了青岛二馆3506研究室，这里原本是高嘉瑜的办公室。媒体黄阳明就在脸书列出了这间研究室的历届立委，从第七届的民进党于天、第八届台联党林世嘉、钟尼安、第九届的国民党柯志恩到第十届的民进党高嘉瑜，四届立委都没有连任成功。黄阿明也直呼这间办公室啊，简直就是前往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